立法院内政、财政、司法还有法制委员会今天联席初审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。不过国民党团认为重大法案既没有行政院版或者是民进党团版本，因此希望能够暂缓审查，加上内政部长叶俊荣没有列席，让蓝营立委更不满。一早国民党党团假动，会议还没开始，书记长林德福到场紧盯，因为内政、司法、法制还有财政委员会联席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，但是重大法案内政部长叶俊荣却没来，惹恼国民党立委。他今天不出席会议，就是藐视我们这三个委员会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样重大的事情，比今天是立法院三个委员会的联席审查还来得更重大。其实依照立法院的惯例呢，审查法案绝大部分都是次长来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为了部长来不来，蓝绿隔空互呛，审查不当党产条例，蓝营全力阻挡法案进入实质审查。今天这个所有的版本全部都是委员的提案，没有行政院的版本，全面执政当然全面负责啊，你总不能说这个让行政院在后面变成引武者。社会的趋势已经发展到这里，人民已经投票做了决定，国民党还要拥抱着腐败不堪的旧思维，还要拉紧着党国体制的旧绳索，还在这里苟延残喘。蓝绿僵持不下，招委陈其迈原本要宣布直接付诸表决，但蓝营立委要求先协商审查不当党产处理条例，未完待续。 UDNTV 许维肖彼特别报道。